你看这宿舍不危险，这不危险吗？就在这儿的话，我老是怕出事。现在包细点就是。还有多细的网呢？ 口红颜色真好看，不掉色是吧？啊，玻璃屋是干啥的？因为天气冷了，风也大，所以说给了个玻璃屋，让它在玻璃屋里啊。每次都是猴子、大象、老虎、斑马这几样。不对呀，我今天的作品里边有狐狸啊，曾经的狐狸，长得特像养羊圆那种。